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颁发的是最佳动画片。在这边我特别想要提一下，就是常年以来在动画这个领域里面，以女性的创作者比例占的比较多数，所以我们更容易呢可以看到以女性视角出发的故事。那希望未来也有机会可以合作咯。好，记得一起找我。好的，那你是不是要公布一下入围的有？好，希望再延期一下。最佳动画片入围的有《山川壮丽》。水中的女孩。夜车。顶起来啊！这是最后一班车，那后面没车了。奢侈繁衍。还会像以前的我那样吗？废弃之城。好的，第23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动画片得奖的是夜车。以独特美学建构异色剧情，动画技法成熟，叙事结构完整，是形式与内容完美扣合的佳作。好，开心开心，谢谢。9年前我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想不到今天可以再次拿到一座台北电影奖。我要谢谢评审再次给我这份肯定。我要谢谢高雄拍跟国艺会愿意补助我这支惊悚的恐怖动画片。那我要谢谢我的制片小李跟配乐胖虎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。我谢谢我的美术雨柔、以婷、动作嘉娟、雨晴，还有谢谢赋予动画角色灵魂的淑芳阿姨、蔡拔。碧莉哥、醒明哥、上新、玉芳，谢谢。杜哥、小蝶、泽刚帮我打造属于夜车的声音。最后我要谢谢香港的杨凡导演，谢谢你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、帮助我完成最后的这一最终版的夜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